着力促进跨境投资便利化，更好扩大制度型开放。针对外资企业关注的市场准入、产业合作等议题，我们将推动出台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，继续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，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的限制措施，推动国际产业投资合作，持续提升我国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。